当女朋友偷偷买辣妹装。云伦最近总是背着我偷偷拿快递，看看她到底买了啥。干啥媳妇儿？哎呀妈呀，你走路咋没声儿呢？藏啥呢？收敛。我看一看，我看一看。啥呀这是？滋漏洞了，拍面片了吧？懂啥？人设计这么设计？啥设计能穿吗？看着动。怎么不能穿呢？怎么该挡就挡上？哪都挡上，全露着呢。我给你换了去。哎，你这包皮，你懂啥？我闺蜜都这么穿，你现在去拍照呢？哪个闺蜜啊？嗯？啊，我是说你哪天拍照？行行。来，你快换上，一会儿我跟你一块儿去啊，快换吧。哎，都是，嗯，都是女的，你去拍啊。那最好了，我可以帮你们拍照啊。我保证把你和你的闺蜜都拍得美美的，快换吧！一样不去啊？那这么的也行，你把你闺蜜都叫到咱们家来，我给他们拍。给你脸是不？我拍照。